啊，他把这个寄给我，今天我们正好讲到这一段，你看看。道音法师赞叹的话啊，我们再念一遍，就是赞叹无量寿经，如来心事之正说，里头没有夹杂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在这个经里面是听众，是当机者之一啊，如来发灭之后还得让弥勒菩萨了，将来再来的时候还要说这部经，一定跟释迦说的完全相同，并不把弥勒夹杂在里头啊，奇特最甚之妙点，一成究竟之基础，俗集云容之经也，设放赞叹之成也，实际成熟之真教，你要不要相信？